我就觉得他俩好的地方就是不轴。之前一直可能大家都纠结 CU， 很多话都说不出来，为什么一直憋在这？因为他的位置不是，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位置，所以他一直说不出来。但人真真正正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，我觉得那我现在我需要跟你，我这个时候真正的是我跟你之间需要考虑接下来的步骤，他会想得很明白，也会安排得很好。这样，又来，交钱，你夸别球，就是在车里啊，你们现在在行驶的车里，哇，好粉，倒是今天看出不一样的了，什么呢？你今天穿的是一个很慵懒的风格，嗯，但是头发显得那么俏皮，哦对。给简短一点，就是你这个风格就是慵懒中带点俏皮。你觉得这夸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尽力了。首先，这俩肯定得互选，然后他给他。嗯。咱们先把简单的画了。他肯定不给他。会吗？会。我觉得不一定。转回来怎么样？不要，你试一回。为什么呢？咱得跟他们不一样。咱得赢。跟他们不一样，一样还有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你确定啊？错了，我把我那个给你。嗯，完了。我们赢了。七七今天的作用很好。是一个合格并且很好的电灯泡。你当过吗？你的作用是搞笑。一旦冷场，你是怎么能自嗨起来的？嘿嘿，朋友们，生拔。对对对对，愣起一个。